现在介绍 H11 小鱼眼透镜专用的水平调整位置。如果你装起来像刚刚那个影片斜的，那你就要调整它的水平位置。这里有一个胶圈，胶圈下面拉起来，这里有个螺丝放松，这个盘就可以调整，然后再调整到你想要的位置，再锁紧，锁紧之后胶圈拉回去，这样子。